他的一秒其实是脚悬空的那一秒，就是你往前走的那一秒是最恐怖的，但说实话还是觉得很值得。高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啊，我现在这个角度啊贼酷。哎呀，确实在天空中的画面是不一样，就是你看着下面树和道路那么小的时候，你觉得大好河山，有各种各样你想看到的风景。嗯，挺酷哈，看那些人多么羡慕我。蜜姐哟，爽，哈哈哈哈。哇，好好看哟，它这个山层层的还能拍出来，好美，好棒啊。这个也可以说是你，也可以说是我。嗯，东西，这是我已经按捺不住了。